上班了，上班了，看我们表妹全副武装，生怕晒到她的一丝丝的肉。我先走了啊。穿的我们的那个防晒衣，因为她骑电动车。今天杭州终于不下雨了，我回杭州这么多天就没有一天天晴过，今天终于不下了。这个表妹等会儿跟我一起出去。你今天好漂亮，黑了，晒黑好多，大概上面，不然脖子也光秃秃的。好看今天。你知道你哥今天早上走的吗？知道。你知道？他昨天说了呀，一大早不是，我说你听到动静了没啊？这个还真没有。我是完全不知道。我刚才昨天我听他说是8点的飞机，可能5点多6点就出门了，我完全没有听到一点声音。太辛苦了，早上起来就没有看到他人，睡得死死的，不知道他现在到广州了没，问一下他。哎呀这彩彩的辫子咋样？这个筋膜枪舒服吧？舒服，腰酸背痛的，我看捶一捶。哎呀，我们表妹终于学会画眼影了，终于，之前早上出门都要我给她画眼影，现在要把自己给滋润起来了，朋友们。之前是啥不知呢，现在意识到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是吧？要把自己给滋润起来了，要不然过年找不到对象了。我带你回我家过年。走，去，那可是千里迢迢。这个放了蜂蜜的水哦。你一天不给它喝掉，放一晚上它就有点酸。烧水了没？你们早上没有？昨天的凉白开。昨天的水。我一吹空调，我那个鼻炎就犯了，好难受啊！鼻子里面现在好痒。不知道到了没？哎，到了。喂。喂，你到了吗？还没有下飞机。我刚刚落地啊。对，这还蛮快的，你8点的飞机，1个多小时啊，到广州。对。你是飞到白云机场吗？对。哦。一起这么早？这还早，9点多快10点了。我今天不是约了那个银行的去开户吗？哦。好了。你早上走我都不知道。是吗？那你的行李那些是装了没？衣服啊，那些换洗的袜子、内裤。装了，下飞机了。你打好头阵，然后我们就来啊。好。拜拜，拿好东西啊。他到了，还挺快的。是的。杭州飞到广州都不用2个小时，1个多小时就到了。他可喜欢去广州了。老婆这一次为什么去广州呢？是不是前段时间通知大家给大家安排了那个小熊家电吗？所以今天又是8.18，我又不能去，因为今天有一批新款的女装要直播，她就一个人去了。她说她先去打头阵，把前期工作安排好，然后我们再过去。然后还有一些她说去那边的工厂里面再去看一下服装，就去了。她老喜欢去广州了。因为广州粉丝朋友太多了，还有广州很多的湘菜馆，而且很正宗。他说他在杭州吃不饱，在广州能吃饱。走吧，娟子，我们现在9:50，差不多了。表妹，你看神奇吗？这下面的树干死掉了，上面又长出来新的。对，太厉害了。这些花盆现在就是上一个租屋户留下来的，没有拿走。想着再买一些花什么的给它种起来哦。可以买点那种好养的。好养好。对，不然我上次200块钱买的那个发财树这么高，被小南养到这么低，然后养着哦，死了。走，表妹，我们吃饭吧。可以。12点了，还挺方便。公司楼底下就有这个什么顺旺机，对。你们以后吃饭啊，包括我们吃饭都很方便了。方便，是的，不用天天点外卖了。走。是不是白切鸭？白切鸭，就这个白皮。
心一点。白切鸡或者白切鸭是吗？我都可以，我喜欢酱的，没什么味道。你好，要一份白切鸡。看起来很有食欲。对，蘸这个吃的，拿一份啊。可以，我看一下，好丰盛。有营养汤，有南瓜，有果，那个是什么？紫锦果是吧？嗯，营养汤。选一个银耳汤吧。你也要营养汤？感觉这个猪蹄不错呀，猪蹄。差不多了吧？猪蹄有点太腻了。再拿一个素菜哦。再拿个青菜吧。饿了什么都想吃，又想吃猪蹄，又想吃这个鱼。咱来个下饭点的。我们两个人三个菜，我们表妹干了两碗米饭，这是第二碗。早上没吃。真羡慕你这种这怎么吃都不胖的人。胖了。干嘛？走吧，还要不要再续一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再给我汤啊。刚跟表妹出去背着你们吃了个蒜苔，吃的心慌慌的。胃稍微，早上我们俩都没吃早餐，吃独食烂嘴巴呗，他们说的，黄素薇做的。我吃点黄素薇买的你们江西的鞋底辣条，巨辣。我们表妹说，你没吃那个我们江西的辣条，我的天，你第一口嘴巴辣，第二口头皮发麻，第三口流汗，也没有啊，并没有多辣。那是因为你是。喜欢吃辣，你那边从小吃辣。朋友们，老罗给我交代的是一点都不敢怠慢啊、哦、这是老罗从广州那边订过来的浴巾，来给我一个包好的。有姐妹看到这个浴巾应该非常的熟悉哦，当当，是不是有很多姐妹都已经收到了？因为上一次我们老罗在炸炸团里面给姐妹们抽了200条，大家都已经收到了，反馈都说很好，说这个浴巾的质量很好。然后我们本来是要准备卖的嘛，然后老罗订了好像是1000条是吧？1000条。小南，你姐夫订了1000条是吧？对，还有三袋在路上。今天到了一袋，还有三袋在路上。现在到了，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给它包起来，给大家开业的时候准备的啊。哇、给大家开业的时候准备的福利。姐妹们都说这个品质很好，拿两条出来用吧，自己都没用呢。好，小南，你晚上回去的时候拿两条回去哦。好，自己用。